林峰同内地模特儿张馨月今年九月被曝秘密入纸申请结婚，二人上个月26号在香港入纸排期注册。虽然林峰冇透露婚期，但系成为一家人已经是事实啦。冬至呢日，林峰就同张馨月翻到香港，揾埋堂妹林夏薇一起打边炉做冬。微微在社交网站铺了同他们一起吃饭的相，还留言说冬大过年，好丰富的晚餐，冬至快乐。张馨月就疑似着了睡衣，未知是不是怕走光，微微在他心口的位置就加了一只猫猫图案。至于着了卫衣的林峰，就当然一贯他的作风，挫着摆 pose 了。